今天讲演系列的主角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。老徐，哎，开着呢。哎，你好，二赵老徐。嗯，徐总。约过了。约过了，他知道了。检查一下。还挺严肃的啊。就哪一个？啊，好，行。就拍干什么呢？我跟他约好拍的，如果不能拍，我就把它删掉。先别急，别急。受理一下，已经通知了，马上下来啊。好好。好，徐总，啊，来了，今天来采访采访你。有什么好采访？这个是阳光房啊，这个是阳光房，电动阳光房。啊，坐吧坐吧。一共几层？一共加地下室一五层。我说加露台六层，莎莎不要装了，赶紧喝茶了。好朋友，莎莎也是我们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今天一定要给他一个角色。你是富二代还是创一代？我希望我儿子是富二代。我肯定是自己创业啊，肯定。2009年开始做教育。嗯，然后做到哪一年？做到2013年卖给上市公司啊。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桶金，算是吧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做线上教育。医学跟生物这块，足足1000多台，全是国行正品，全国联保，全部都打包好放评论区置顶了啊！点开直接抢，颜色就随机了。来都来了，看看有没有房，万一呢？每个月你光上课一个小孩都得大几千块钱，2万、3万了。老婆，有老公了？没老婆，有老婆，孩子怎么来的？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比较尴尬，我看没一个会做饭的。对对对，土耳其菜、阿塞拜疆菜啊。没有，我们家阿姨最近回老家了，家里面有点事情啊。家里面好像是老婆婆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家里面有人去世。那我们等会儿出去吃，我们等会儿问他，他的财富积累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没有什么财富积累，给我们年轻人能带来什么样的建议？对，五旬两个。这你买的老爷车啊？啊，对啊。买两个样的干嘛？就是有时你看我鞋子买都一样的。鞋子我一般会买两双，是吧？甚至更多。衣服就，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开车，我现在特别喜欢开车，是吧？嗯，就以前喜欢的，现在都不喜欢；以前不喜欢，现在都喜欢。好奇怪。你说这个话会不会伤到前女友们的心啊？这个不行。以前不喜欢，因为走的时候都是不喜欢，现在可能又喜欢了。好，走。莎莎，你这个是什么？你是阿塞拜疆人？阿塞拜疆的。多大到中国来的？我10几岁，高中就在上海毕业的。啊，哦，在上海，怎么跑中国来的？也是一种缘分吧。一个死样儿子。我的主业还是现在就投资吧，投几个项目投的还不错，包括露营，就以玩为主，只要跟玩有关的我都投。投了几个户外项目？户外我有6个露营基地，然后一个房车工厂。啊，现在火了。嗯。现在房子订不到，我们的房车卖，房车你现在订我工厂生产的房车，我半年以后才能给你货。你订的是你做什么房车啊？我自己一个房车工厂，中国最大的拖挂式房车工厂。这边这个房子你不讲，马上以后是吧？高端会所啊？不好，就我自己吃饭，因为现在这边离我小孩上学大概还有个10分钟的路。嗯，我想想还是觉得要搬到学校旁边去。那边也有房子？哎，那边也3层楼的。这边5层，那边3层。对对，住惯了，住那种，有人喜欢平。但是我觉得特别男孩，你是儿子，嗯，一儿一女啊？一儿一女。我觉得你跟。每天在车上这10分钟其实很重要的，对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搬，每天跟孩子早晨交流个10分钟，晚上交流个10分钟，很好的。是各种混合，对，清酒啊，这叫 combination。我已经有一个月没喝酒。就是财富方面，他有所隐瞒，隐瞒顾虑是什么？哎，投了不少项目，包括最大的项目呢？房车工厂，我们投了1.几个亿呢。那还有一个我知道那个大项更大的项目呢，更大项目就保持点神秘吧，上市那天很快。